肥了。在吗？在吗？难道把我删了吗？什么时候才能主动和我说话呀？于图，你教我数学吧，我请你吃香酥鸡。于图啊，哎，吃点水果。哎，这不是高中的书吗？怎么现在想起来看这个了？没什么，怎么高中的书还在啊？哎呦，那肯定是收拾的时候落下了，这么多呀！妈，嗯，我最早那台电脑呢？哎，我想你肯定不会用了，我放到楼下那个小仓库里了。这么快就通过了，我说点什么呀？你好。你好。我在航天论坛的帖子上看见你的 QQ 号，所以加了你。成为一号那个。嗯，看见你们讨论太有意思了。你觉得我们真的可以登上月球吗？时间和意愿问题。我以后可不可以请教你一些问题啊？其实我是初学者，只是刚开始有兴趣。可以。谢谢。有个问题，探测器要多大的速度才能脱离地球引力啊？这个问题你可以百度。哦，好的。完了，他已经知道我什么都不懂了。我弄明白了，不过好像去月球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因为月球是地球的卫星。Hello， 上次说有问题可以问你还算数吗？我看到你们在论坛上讨论中美航天技术的差距，我们和他们真的距离那么大吗？又不回我。在吗？在吗？难道把我删了吗？什么时候才能主动和我说话呀？